不是已经过完国庆了吗？还没有回归吗？感谢青云哥 ，Thank you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扣六的小哥哥越来越熟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一段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报数早，
好温柔。看见没有啊，有人说温柔。38度6滴机是什么鬼，好专业，这还没有用呀、啊、小哥哥，太专业了不好，不爱看。欢迎大家来到993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唱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武喵，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哟，手机用户扫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。然后那个又他妈改马甲了，以后改马甲不要过来给我点赞行不行。有新的小哥帮我点一下心，谢谢。不了，昨天记得点一下关注，手机用户点这，电脑用户点这里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这个许发琴小姐姐是吗？送我的 pick 票3个，感谢元哥给我点心，谢谢瑜伽星妹，谢谢。这是咋了？我家大哥经常改马甲，我一看见他改马甲就火不从一处来，是咋说的？气不打一处来。
欢迎大家来到，哎呀，这不是我素颜哥嘛，欢迎大家来到93，看舞蹈就在93。像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的健康主播五喵，其实我还是挺温柔的啊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小哥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。然后大家没有那个点心的小哥哥点一下心好吗？有点心吗？我没有吃饭，要有点心的话让我吃一块，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酥一点的点心。没有人，人好少，跳舞吧，可以，不知不觉不研究吧，有点伤情，为不变自己有别离，男人人别无